其实小时候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车子，那当然就是小时候是以小模型车开始为主，那当然就是说到了差不多国高中的时候，那因为也是朋友介绍的关系，所以开始发现到说，其实车子不是只有以它的外表为主，但是它的性能跟它的多功能性。在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话，我想要把赛车的小细节带进服饰里面，所以我想说，因为这样的关系，那我们就把这两个重要性把它 combine 在一起，所以才创出了 Owen。